现在咱们现在这个男足这个团呢，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线索去知道他这个具体情况。他这个人吧，一天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，以前在这开过饭店，完了又在这边又跟医院联系比较勤。完了之后，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住吧，他离婚了，他媳妇儿前妻还住在那个襄阳小区，他可能还有可能在医院那边住，也不知道他经不经，或者他具体在哪块儿。咱们现在线索唯一一个掌握线索就是他现在有个手机号，手机号之前是一直使用的，但是现在不知道用不用。你就炸他一下，整个陌生号给打过去，就是不能认错了，看一下这个电话是否。他这个电话能不能打？能不能？如果他能接了，他就说明他还没经，没有什么太高的防范意识。你们是谁有那个外地号？不是，假装我给打，我给打个方便。完了之后，大家听一听，看分析他那个这个状态或者什么，看能不能炸出来，他再来。先通通吧。嗯，对，看行，你看打通不？如果他经了，他就应该关机，是不是啊？又忘了。哎哥，在哪儿呢？谁呀？我小龙啊。我不认识啊，你找谁？不是我王哥电话吗？你在哪儿呢？打错了。啊？啊，不是啊。那不好意思啊。电话的畅通让侦查员的心里有了底。就在侦查员商量下一步侦查策略的时候，金艳龙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。他要做什么？哎，你好。谁呀？我都打错了吗？不小龙吗？我找谁呀？啊？我找谁呀？我找我王哥呀。你找我名打我不相干。打错了，给你道歉不行啊？啊？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啊，有点素质。啊？你骂谁呢？跟谁俩呢你？我骂你呢，怎么了？你给我装啥呢？啊？啊？你想咋的？啊？我想咋的？啊？我咋的？我叫你呢，咋的？我在黄龙呢，咋的吧？啊？你俩这么牛，你说干谁就干谁呢？我为啥告诉你我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呢？你说我？啊？你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在哪儿呢？跟谁俩呢？我跟建豪。建豪咋的？哪个建豪？大建豪，我20分钟，我们到了。谁能不信谁能行，这也别躲啊。本还在为锁定金艳龙的位置犯愁的侦查员，没想到金艳龙竟然以约架的方式出现在了侦查员的眼前。随后，侦查员决定将计就计，前往和金艳龙约好的地点。那他真的会来吗？哎，谁呀？妹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涛子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问我是谁？哎，不是，啥事别说，哎。涛子，我不知道你干啥，我不知道是谁。马上，别叫。你是谁啊？我建龙。行了。犯罪嫌疑人金艳龙顺利归案，那在接下来的审讯中，侦查员又会得到哪些线索呢？